欢迎大家来到长沙。你是长沙 City， 长沙城，长沙 City Block 叫长沙城，长沙的美德叫长沙梗。我从南门口走到河边头，长沙 City 是长沙城，长沙 City Block 是长沙城，长沙的美德叫长沙梗。你给侬哦，这么大。哈喽大家好，我们昨天来到了长沙，然后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啊，我之前在长沙待过几个月，就是以前在湖南卫视实习的时候待过三个月的时间，然后之前来过长沙三次，这一次算是故地重游了。然后 Sally 呢， Sally 在后面啊。啊，对，然后 Sally 呢她是第一次来长沙，那我们今天呢去逛一逛，逛一逛橘子洲，喝一喝茶颜悦色，那我们现在出发吧。吃拜。我们现在已经出来了，准备去吃午饭。哇，长沙这两天真的蛮冷的，听朋友说这个刘笼子的常德牛肉粉不错，我们决定去试一下。最清淡的，清淡的肉丝和原汁牛肉是完全不辣的，然后红烧是微微辣的。辣，这个跟这个吧，那就是啊。对。그식소같은한국식당대학교식당같이이렇게看一碗红烧，谢谢。完了，到时候等一下啊。好。怎么样？这家的油条为什么跟板砖一样？浓的。밥이단밥이든아진짜아침아니면점심에간단히먹기좋은还不错，基本都吃完了。你看的腰筋，好的，腰筋，好的。要烫的。哦 ，OK。这是赛地第几个中国城市了？你数一数。第几个中国城市？我。嗯。啊、常州。常州。苏州。杭州、上海、北京、无锡、南京、无锡、武装、安吉、黄山。哦，黄山。新沂。然后呢？这就是长沙了，对啊。这么算，你还去过很多中国城市。但是大部分南方，我想去北方。对，你去过北方，新沂就是北方。新沂是南和北方。北方就是北方，就是北方地方。上海好著名啊，咖啡而已，绿咖啡，奶茶对，叫什么？苏州一步子。哦，一步，一个呢，贺先生啊，你哪个差人的？贺先生，对，差一点，贺先生，你问的，素颜西兰，哪个差人找了？嗯，好不好喝？好喝。嗯，好喝。嗯，我上面这个奶盖好好吃。哇，好的甜，口感还有层次啊。毛啊毛的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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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하나둘셋넷好了몇배상찍었어진짜봐봐아너봐봐지금이거뭐야아얼마나예뻐요真的是你过来이뻐요이뻐요现在要坐车回去，然后晚上去吃那个文和友。现在到了文和友。
야, 밥 먹는 여기 식당 맞아? 이거 무슨 진한 새끼 같아? 봐봐. 맞지? 와, 진짜 이쁘다. 이런 진한 식당 처음 보지? 어. 그때 우리 상해 때 비싼 곳 같긴 했는데 여기 더 크고 더 완전 재현 구현한 것 같아. 더 잘. 小龙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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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여기가 샤오롱샤가 엄청 유명하지? 맞아. 근데 여기 이 식당 제일 유명한 거 아니야? 그러니까 이 지역. 맞아 맞아. 嗯，好吃，你试一下。你剥给我吧。好，嗯，好的。太小了，龙虾太小了。这个现在不是吃龙虾的季节，跟给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事情。刚刚我们俩去拍照，然后呢，坐在我们。 后面那个女生突然打电话，跟她说什么？为什么我阳了你还要让我来上班？然后听到这个话之后，我们俩吓得马上就跑了。我们今天长沙一天的行程就到这里了，然后我们明天再见，明天见吧。对，拜拜，下次见，下次见，下期见，还是长沙，拜拜。